嘿嘿嘿，伫无迄个林主娘遐，伊个房间门口，我听到两个人个声音，就是迄个林主娘啊，伊刚好按钟两个人咧房间内底咧，我惊一个了吼，我怎啊紧走啦？啊，可能是因为安尼哦，去互迄个按钟哦发现着我啦，哎，即个设计我，伊哦好心的人甲我讲哦，要请我啉烧酒，原来是咧设计我，然后才甲我带去你个房间啦。 我来是车，你出手的啦。死一段桥，因为着要暗探伊的代志，竟然来害我一过，害我拍着一个歹命失职的罪名，偏偏这一切未想拢不知影。 我好难，我真生气，委屈，叫我来好好面对面啊！我讲你，我已经无后头，你嘛知影，我即马出生的我都惊，要面对我自己的人生，我是要好去好笑。 你一个哦，查某人哦，嘛无所在通好去，啊无安尼啦，我饲你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我诶，咱两个哦，我伫你身躯边啦，甲阮哦当做讲哦，我是你的奴才，安尼哦，我趁钱饲你啦，我做废人啦，我来叫人搬回啦，你要照顾我。 甲阮哦，奴才甲主人的身份安尼啦。阿姊，多谢你，你讲这多谢。好彩，我情绪太激动，才露出来真卑劣。听你这番话了后，我知我要安怎做，多亏你，叫醒了我。 目标，我有希望，无得靠我甲文秀哥当破镜重圆的时间。今日你愿意来相帮我，我想想，我是不是会当想你起来做小弟，咱家底亲好，将来互人讲是非。哦，安尼嘛好啦，啊若无吼，咱若甲你讲伊讲话嘛唔好，啊佫害着你吼、哦。